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妙法莲花经常不清菩萨品第二十。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，汝今当知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持法华经者，若有恶口、骂力、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，其所得功德如像所说，眼耳鼻舌身意清净。那大士乃往古稀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有佛名威音王如来，因供正遍知，名横足，善事世间劫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劫名离衰，国名大成。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，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，度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；为求辟支佛者，说应十二因缘法；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说应六波罗蜜法，究竟佛慧。得大士是威音王佛，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，正法诸事结束，如一阎浮提微尘；相法诸事结束，如四天下微尘。其佛饶益众生矣，然后灭度。正法相法灭尽之后，于此国土复有佛出，亦号威音王如来，因供正遍知，名横足，善事世间劫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，皆同一号。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，正法灭后，与相法中增上万比丘有大势力，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。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？是比丘凡有所见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，而作是言：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，所以者何？汝等皆行菩萨道，当得作佛。而是比丘不专读诵经典，但行礼拜，乃至远见四众，亦复故往礼拜赞叹，而作是言：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四众之中有生嗔恚心不净者，恶口骂力言：是无智比丘从何所来，自言我不轻汝，而与我等受记，当得作佛，我等不用如是虚妄受记。如此经历多年，常被骂力，不生嗔恚，常作是言：汝当作佛。说是语时，众人或以帐幕瓦石而打掷之，必走远处，有高声唱言：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以其常作是语故，增上万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号之为常不轻。是比丘临狱中时，于虚空中具闻威音王佛先所说《法华经》二十千万亿计，悉能受持，其德如上眼根清净，耳鼻舌身一根清净，得是六根清净矣，更增寿命二百万亿那由他岁，广为人说是《法华经》。于是增上万四众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轻见世人未作不清明者，见其得大神通力，要说便利，大善计力，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。是菩萨复化千万亿众，令诸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命中之后，得值二千亿佛，皆号日月灯明，于其法中说是《法华经》。以是因缘复值二千亿佛，同号云自在灯王，于此诸佛法中受持读诵，为诸四众说此经典故，得是常眼清净，耳鼻舌身意诸根清净，
与四众中说法，心无所谓。得大士是常不清菩萨摩诃萨供养如是若干诸佛，恭敬尊重赞叹，众诸善根于后复持千万亿佛，亦于诸佛法中说是经典，功德成就，当得作佛。得大士于意云何？尔时常不清菩萨起一人乎？则我身是。若我于宿世不受持读诵此经为他人说者，不能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于仙佛所受持读诵此经为人说故，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得大士，彼时四众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以嗔恚意轻贱我故，二百亿劫常不知佛，不闻法，不见僧，千劫于阿鼻地狱受大苦恼，必是罪矣。复于常不清菩萨教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得大士，于汝意云何？尔十四众常轻视菩萨者，其一人乎？今此会中，跋陀婆罗等五百菩萨，狮子月等五百比丘，尼斯佛等五百优婆塞，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者是。得大士，当知是法华经大饶益诸菩萨摩诃萨，能令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于如来灭后，常应受持读诵解说书写释经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过去有佛号威音王，神智无量，将导一切天人龙神所供供养。是佛灭后法欲尽时，有一菩萨名常不清，十诸四众寂着于法。不清菩萨往道其所而与之言：我不清汝，汝等行道皆当作佛。诸人闻已，轻毁骂力，不清菩萨能忍受之，其罪必矣。临命终时，得闻此经，六根清净，神通力故，增益寿命，复为诸人广说是经。诸着法众皆蒙菩萨教化成就，令住佛道。不清命中知无数佛说是经故，得无量福，见具功德，即成佛道。彼时不清则我身是，十四不众着法之者闻不清言：汝当作佛，以是因缘知无数佛。此会菩萨五百之众，并及四部轻信是女，今于我前听法者是。我与前世劝示诸人听受四经第一之法，开始教人令住涅槃，世世受持如是经典，意义万劫至不可意，实乃得闻是法华经。意义万劫至不可意，诸佛世尊实说是经。是故行者于佛灭后闻如是经，勿生疑惑，应当一心广说此经，世世之佛即成佛道。妙法莲花经常不清菩萨品第二十。